真心为您把关 ，SUM 里程保证，我承诺。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屏区长居汽车的专宇。那今天我很高兴帮大家介绍一台在国内中大型房车里面算是很稀有的一个车种，这一台2015年03月马自达6 Sky D 顶级款的柴油车型。那为什么说它比较稀有呢？因为普遍在国内市场来讲，大家一般来讲会买到中大型房车，不过就是最流行的 Toyota Camry。再来，因为在2015年这个期间呢，其他家的厂家并没有推出相对应中大型的车型。再来就是汉达的雅阁系列，那但是因为它价格实在是比起其他的竞争对手太高，所以很多人还是选择国产 Camry。那我们这一台呢，其实在市场上非常稀有。好，那等一下我会从外观、引擎室、内装，然后它的配备来为大家跟各位做介绍，那就请大家等一下继续看下去咯。好 ，OK， 那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今天蹲着在这边开头呢？是因为这一台马自达6小改款的车型哈，在改款之后，它的车头最主要大家可以分别的就是他们导入了所谓的希望之翼，就是在水箱护罩旁边这两个银色的镀铬饰件，然后延伸到车灯。那在保险杆造型呢，在雾灯上面这边也用了一个新的这个镀铬件，跟之前第一批2015年出厂的马自达6有一些不一样。好，再来是很特别的是，这一款柴油顶级型的车型的头灯呢，它不仅采用了 LED， 而且是智慧型的 LED 头灯，它可以随着室外光线去调整它 LED 的亮度，甚至在你夜晚开启的时候，它也可以自应性的去调整一些光照的区域。这个是在一般车型上面，甚至你在一些高阶的进口车上面都很难得看到的配备哦。不过这台马自达6它有顶级型，它就挂给你了。这个是蛮特别的一个，而且在实际道路上，我相信各位常常都会有那种被对向改很亮的 LED 灯啊，尤其是像休旅车被刺眼，这一台的这个自应性头灯 AHL LED 都可以降低这种情况产生。好，那再来的话，由于是柴油顶级型的车型，它的这个轮框也改成一个这个算钛灰烤漆的配饰，19寸。哦，我觉得是配上它整个车型来讲，比例是真的非常好。那带有点运动化，但是又不会太过于夸张的视觉效果。那再来是这个马自达6的设计师呢，当初在设计这台车的时候，非常注重它的线条跟比例的拿捏，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车身整个看起来非常的修长，但是它运用一些优雅的弧线去降低它车身很长的一个感觉，包含它窗框用了一个镀铬的这个装饰哦，让它整个车身看起来不要这么的笨重。那一直到延伸到车尾，你可以看到真的整台车是非常的流线，线条非常的优雅。其实我觉得这个在中大型房车来讲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台车，再加上当初他们这个所谓的混动红的设计，这个车真的开在路上非常的吸睛。就连我们当初牵车回来的时候，停红绿灯也真的非常多人都会回头看一眼。那再来，大家可以看到在车尾的方面呢，马自达设计师也非常用心的设计了头尾呼应的设计。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后面这边有一道的这个镀铬线条，就是跟前面希望之翼的这个镀铬件做相呼应。那再来是它采用了当下比较少见的双出尾管的配置，包含这个黑色的防刮塑件，营造了一些比较运动化房车，那也让这台马自达6看起来没有这么的老成，比较年轻、比较活泼的一个外观的形象。OK， 那我等一下就带大家到内装去看看它的配备。好，刚刚上面结尾的时候，小编不小心口误帮大家讲成要先介绍内装。那其实我更想先介绍的是这一款马自达6它的引擎。那大家可以去查资料，在新世代的这个马自达的引擎系列导入了他们所谓的 SkyActiv 技术，那所以在引擎方面跟旧款有很大的差别。那这一台小改款的马6呢，又跟旧款比起来，其实在动力上面有更大的提升。那动力已经提升到175匹，然后扭力我印象中有42.8公斤米。
哦，那详细的资讯跟排气量啊、动力数据，还有它的每年需要缴的税金，这个小编会帮我们放在右边的资讯栏，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哦，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台马六呢，因为它只跑了大概89000公里，里程数其实算在柴油车来讲算是相当的少，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引擎是还算非常的干净，那前车主也是算非常爱车哦，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机件方面都是非常的完善。那刚刚提到的这个引擎科技都采用了 SkyActiv 的技术存在哦，那这台车当然也通过我们夜市认证合格，那这个就是夜市认证的标签，所以大家对于这台车的车况其实可以不需要有太多的疑虑。好，现在就可以带大家从内装还有它的配备来看了，走。好，那大家现在看我坐进来这台马六的车室，其实基本上这台马六因为是中大型房车的设定，它的这个空间其实毋庸置疑是非常的舒适。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在座椅方面，马六的座椅造型设计其实蛮好看的哦，中间的采用这个透气打孔皮革的设计，那在腰部这边也有多了个支撑范围哦，在大腿方面也是可以看起来比一般的房车高，整个看起来其实还是带有当初马自达想要塑造运动化跟年轻化的这种概念，包含到就算它是一台中大型房车还是带有这种年轻化的设计哦。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在中控台这边啊，为了避免单调，采用了非常多复合材质的设计，包含这个软质，包含它的颜色，其实都不是纯黑色，是带有非常非常深的一个咖啡色，类似皮革的设计。哦，再配上这个钛银的这个饰板，隐约中你会当下看你会觉得好像都一样，但实际上看久了你会觉得它蛮有质感的。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用心的设计。那再来是这一台马自达六，目前跑了89191公里。那前车主都定期保养，车况也都非常的好。那再来，因为是柴油顶级型的关系，它的主被动安全非常的多。大家可以看到，在方向盘这边，左边这边有一堆的控制键，右边这边有一堆的控制键，在设计上其实都相当的旧手。那大家可以看到，在中央安座这里呢，其实马自达都是经过非常用心的设计哦，它的排档杆啊、按键，你驾驶者都可以非常的就手都去用到哦，包含新导入的这个原厂就配备给你的导航系统哦，那中文的，包含它的萤幕这个其实可以直接触控，这对现在来讲其实也相当的便利。那也配备了这个双区恒温空调哦，那你需要的按键跟操作呢，上面都图示都是蛮简洁明了的。那再来这边有两个大型的置杯架哦，后面有一个算深的置物盒。里面包含了这个音响的 USB 的输入孔，还有一个电源供应座。好，那当然这个中高级的，应该说高级的中大型房车也配备了这个电动天窗。那等一下小编会再带大家到这边来看。好，它的驾驶座电动座也附了两组的电动调整跟记忆功能。其实整个配备来讲非常的丰富。那再来就是哦，特别的是，在 SkyD 的顶级型车型配备了这个 BOSS 的顶级音响系统，这个音效的效果真的是比起一般的车子真的是好的非常多哦。如果买了这个车子的人，可以就基本上你如果不是有很高阶的需求，都不用再去更改音响或是更换喇叭的设计，就可以有非常好的这个聆听享受。那等一下带大家我看一下这台马六的后座空间表现。来，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这一台马自达六的后座。那其实大家如果有来店里看车的话，会觉得它的后面进出的空间好像不太够，但实际上不会，它可以非常让人容易的进出哦。那包含在脚部的空间啊，你左右活动的空间其实都非常的足够。那大家也许在网络上可以看一些车评会介绍说它的头部空间相对于是比较小的，那其实我觉得没有这么糟糕，你人只要稍微往前坐一点，其实往后贴一点，这样比较舒服的姿势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拳大概都还有半个拳头的空间，那你平常当然也头部也不会随便的上下跳动，所以其实没有一些讲说头部空间不足的问题啊。那当然这个是设计师当初在设计的时候为了这个
线条的关系所做的妥协。哦，那不过马自达六当然也很贴心的设计了这个后座出风口。那当然，因为这个是中高阶房车，它并没有很强调中间第三个人乘坐的空间，但实际上是够用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座椅坐的这个方面，主要坐的这个乘客的话，它的这边是比较突出的。哦，那当然也包含了 ISOFIX 儿童安全座椅固定座，那也有这个第三乘客的头枕。哦，这些都是其实算一些贴心的设计，不失它身为一个中高阶房车的一个配备跟舒适度。哦，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小编帮我带一下门板，它在门板方面也采用了刚刚我提到跟中控台一样，是采用那个深咖啡色的混合皮革跟这个钛银的饰板。哦，那这跟整个车室做一个呼应，我觉得这个在小地方来讲，它的设计师上面很用心。哦，也为这个马自达六营造了一些真的是蛮高级、蛮有质感的一个感受。哦，这个很棒。OK， 那等一下我帮大家介绍一下它的行李箱。好，那现在要帮大家介绍的是这个马自达六的行李箱。哦，那它采用的开启呢，是直接从后面这边采用按键式电磁阀控制的开启方式。大家可以看到，这么大一台车，它的开口其实非常的宽。但是可能有的人觉得，它唯一的缺点，我自己也这么感觉的是，它的上下开口并不是这么的宽。你如果有一些比较高的物体，需要放进这个车厢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不过又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这个车型的定位原本就是不会让你载太多的东西，那所以说它在一般的行李箱，或者是你的小型的随身物件，其实它甚至可以放得下一个高尔夫球具组。哦，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深度其实相对来讲是非常的宽，所以这个是它设计上定位的问题，在日常使用上其实也不会造成太多的不便，这个大家不用太担心。那马自达六也很贴心的在后面这边设计了这个椅背快速倾倒的挂钩，如果真的有非常长的物品想要暂时承载的时候，就利用这个拉杆把后座椅的椅背放平。OK， 那等一下我就带大家做一下这台车的总结喽。好，那介绍到这边，其实大家我觉得应该你之前没有看过马六的介绍，那经过小编刚刚上述的介绍，也对这一台比较少见的中大型房车大概有个基本的认识跟了解。那我个人觉得这一台2015年小改款的马六，柴油旗舰型，非常值得买的原因是，第一，柴油油耗一定省。再来，它的主被动安全系统非常的多，包含像车道偏移警示，哦，它不只会提醒，而且会稍微的主动介入。这个在上一代车型跟之前的车型虽然有配备，但是它都延续下来。而且这一台还加入了这个所谓的SCBS 这个都会型的防碰撞系统，它可以帮助你在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让你更安全的刹停车子，也可以提前预警。那更新的车款反而取消掉了，所以你相对一下考虑来讲，这一款车反而是更值得大家去购买的车型。哦，那包含它有一些独有的配备，刚刚讲的 AHL 的这个头灯，那在其他的乘坐表现空间上，包含在它的外观，我觉得都是一台如果想要一台跟大家与众不同的中大型房车的车款，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去考虑的一个车款。哦，那再加上我们现在 SN 所推出的五大保证跟五大保固，再加上这台车也通过我们 ES 认证合格，我相信各位镜头前的顾客如果有来到我们店里看车，相信都不会让你失望。那包含我们 SN 在最后这个年终的推出的活动，购车每周都有抽 iPhone 14。其实如果各位观众如果现在有打算要来看车的话，这真的是一个蛮好的时机。哦，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为止，之后小编会再帮大家介绍更多我们店里更好的车子。那这样我们下次见咯，拜拜。实在就是 SUM。